你穿得这么少，不冷吗？唉，这里好美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的雪。如果可以带回去一些就好了。对啊，想念这里时就能看得到。所以只能记在心里了。来啦，这样看上去暖和多了。你乖乖穿上，反正我一会儿拍摄起来也不能穿。就当是帮我保管吧。你觉得我刚才的表现怎么样？接近完美，就是说还不够完美。那我接下来得更加努力啊。你小心点啊，踩着我踩过的脚印走。抓紧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幸好你没事。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，对于超级路痴来讲这是个难题。不如我们凭直觉走吧。没想到山顶居然像平原一样辽阔。
哈哈，没砸中。来呀来呀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来呀来呀，哈哈哈，哦，哈哈哈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。真想一直待在这里。